我哋一阵详细啲话俾佢哋知，关于警方嘅权力，或者我哋去到警局嘅时候，作为一个抗争者应该享有嘅基本人权。好啦，咁器具嗰度，头先我哋介绍咗就系一个眼罩啦，同埋饮嘢啦，跟住就系食物啦。食物，能量条好简单嘅啫，能量条或者一啲朱古力就得噶啦。但其实好多人都话喂。那些能量票最好喎，其實不是的。如果你曾經試過長期留守啊，做過啲抗爭啊，其實呢啲朱古力票係更加高卡路里的，只不過是垃圾食物啲嘅咋。佢一條咧係差唔多成千個卡路里的，一條能量票咧只係得400到嘅咋。啊，咁所以睇戲睇下你有咩需要。當然，如果你覺得能量票健康啲嘅，你可以買啲能量票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其實買兩條呢啲咁嘅朱古力咧。已經可以頂多你好多個鐘㗎啦，嚇加埋飲品，嚇就已經令到你有足夠嘅能量，令到你保持清醒，嚇去進行呢個抗爭嘅。不過咁多年嚟咧，我通常咧，我個身係帶住光酥餅嘅，夠飽肚。光酥餅要飲好多水啊！係啦，乾真真。好，仲有乜嘢裝備？仲有咧就係要保暖係咪咧？帶多一件衫嘅。嚇、啊！咁呢件衫咧，其實可以當毛巾用啦，或者咧，如果抗爭嘅時間哦，聖誕節啦咁樣啊，或者點樣嘅時候咧，你起碼會有啲御寒嘅衣物啦，或者甚至乎可能係遇到某一啲情況下，令到你啲衫污糟咗或者係點咧，你可以替換㗎啊，咁就可以帶多一件衫啊。咁跟住咧，仲有一樣嘢。是非常之重要的，就是很多人都忽略了，就是當你們每一次準備進行這個抗爭行動的時候，第一要帶電話，第二個電話一定要插夠電，如果你用那些電話是很快用完電的話，你就一定要好像我這樣準備定一個後備的電源，可以確保在差不多廿幾個鐘頭的時候都可以有電的。嗱，呢個我又要講一個即係經驗啦。咁咧，原來咧，佢拘捕咗你同你落案之後咧，最後佢臨放你走咧，佢係要你寫低你個電話俾佢咧，佢要打翻一次你個電話俾你，睇下你個電話咧係咪真嘅咧，佢先放你走喎。咁但係嗰晚咧，我個電話冇電喎。我都冇喎。死啦！咁佢點樣打翻一次嘅電話俾我咧？咁樣，咁你最後點樣解決啊？我話俾佢聽，我準備唔走咯，佢咪即刻叫我走咯。其實真係你信唔過我哋，即係其實政府咁就用曬我哋嘅聯絡啊、身份證號碼所有嘢啦，佢又所有重新程序做一次，跟住就懶係去驗證呢樣嘢啊。係啦，冇錯。咁最好就有電啦，有電你就打翻你 check 完，即刻俾你走。如果係啦，佢又搞你成個鐘頭啦。係啊，不過呢度可以順帶講一句咧，就係我嗰日都見到有啲朋友咧係被警方咧要求攞埋屋企電話號碼，其實係唔需要，你俾咗個手提電話號碼係已經夠㗎啦。已經足夠啦，即係佢唔可以貪得無厭攞曬你所有各樣嘅個人資料嘅。冇錯啦，嚇嗱，咁頭先講嗰啲咧，基本上已經係足夠㗎啦。因為我哋好似頭先咁講，我哋主要係一個和平、理性、非暴力，係由將兩樣嘢重疊啊，和上實鬧啊，和平、理性、非暴力嘅抗爭，所以我哋更加只需要準備。皇上唔會鬧嘅，因為我哋歡迎粗口嘅。基本嘅裝備去突顯呢個警方無理嘅暴力對待我哋手無寸鐵嘅市民，係咪啊？嗱，裝備就差唔多啦。仲有一樣嘅喎，我仲有呢樣比較特別，火極都仲有嘅，歡樂滿東華咁喎，叮噹到底。呢樣嘢咧，其實係一啲新嘅產品嚟嘅。哇！而家咧喺外國有一啲抗爭嘅示威者都會用嘅，福爾摩斯嚟嘅呢個係。佢其實係一個防震、防水、防撞嘅攝錄機，佢嘅拍攝角度係上下170度。哇！好犀利。佢係可以咧，將佢掛在個身上，好像跳降落傘一樣。當你去進行這個抗爭的時間，可以將這個整個過程。你想做鹹蛋超人還是 Iron Man 啊？
將整個過程詳細錄低的，這樣呢只要大家堅守那個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話呢，警方就不可以屈你襲警。好，行了，你可以結婚做新郎哥了。其實好多而家開有好多運動用品鋪啊，幾錢我呢嚿嘢？一啲極限用品鋪都有嘅，幾錢到啊？佢如果低解像度嘅咧，其實係1000元以下已經有噶啦。OK。如果你要高解像度，好似呢個 HD 咧就2000多元啦。哦，即係呢個就係高級嘅，都有啲入門級就平啲啊。係啦，所以嗰啲警方當時叫我自己行去醫院攞啲片，當時我係錄低嘅。希望他們想清楚以後怎樣對啲示威的抗爭者。有片有真相，同埋很多時候你當同佢哋即係近距離接觸咧，佢有時可能叫你熄電話你不知道的情況之下又話唔好開電話，攞咗你的電話等等嗰啲咧，其實你不好想理佢嘅啫。係，冇錯。就算佢俾你俾你嘅電話俾佢攞咗咗咧，都唔緊要，你仲有個掛喺心口啊，係咪啊？有片有真相。冇錯，全對。呢樣好緊要，因為佢哋而家警方成日都將呢個抗爭嘅行為等同於好似犯罪咁樣，需要犯罪啊！令到你哋有個心理就覺得呢個遊行集會就係犯罪，其實係錯，呢個係基本公民嘅權利嚟嘅，係需要個犯罪啊！即係我哋喺高登嗰度睇到啲相啦。譬如商人那些是不用下手扣，例如偷東西那些是不用下手扣，反而示威坐在馬路那些要下手扣。沒錯，但不要緊，我們稍後都下。 OK。